谁呀？哎，张队，你好。哎，林薇薇，你好。哎，你的官司打得很精彩啊，是吗？你好。啊，这都要感谢陈律师和刘科长，差点让被告一谋得逞啊。那个陆海西可太不像话了。是啊，这人就是胡搅蛮缠。哎，他不是你朋友吗？有的时候你的朋友就是你的敌人，不以后都不会有这样的朋友了。张队，小提琴案有没有什么结果？对不起，我们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有什么进展。欧阳小姐那小提琴，你们在北京有什么发现吗？我做了仔细对比，发现欧阳老师的小提琴和我丢失的小提琴非常相像，很可能是一对姐妹琴。真的？是啊，只是那上面的两行意大利文还太模糊了，现在还看不清楚。啊，我们正在请专家研究，不过有点难度。哦，对了，当年抄走我家小提琴的人有没有查到下落？还不会这么快有下落，因为是30多年前以前的事儿，又是文革时期，所以查找起来会很困难。不过你们不要着急。林先生，你要尽快把小提琴的来历搞清楚，这对我们破案很有帮助。好的，我会尽快搞清楚的。哎，对不起，我去看一下谁。谁啊？哎，你好，你好，陈律师。哟，你们都在啊？云斌、东方、张队。哦，陈律师啊，你的官司打得很精彩。多亏大家配合，彬彬也是功不可没。晚上我请你吃饭。好了，你们谈吧，我先走了。林先生，我就不送你了，冰冰你代劳。好。还有，等一下我打给你，可能要开会。再见。林先生，哎，这一次大概去多长时间？根据这次音乐会的筹备情况而定，现在还不好说。好了，你们就送这儿吧。这次要是没你们，在天州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呢。这一次也要感谢欧阳老师啊。是啊，那当然。欧阳，你什么时候回天州？应该很快吧，不过也许要待一段时间，学校还希望请一些著名的音乐家来参加音乐节。不过林峰先生已经答应过我们会帮我们请这音乐家的。没问题，他是音乐界的大腕嘛，到时候这音乐节可就热闹了啊。这场音乐会一定会很精彩。林峰先生，这一次你放心，这个案子我们会尽全力侦破的。林峰先生，你的诉讼案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好，谢谢。谢谢，再见。再见，欧阳，拜拜。再见。再见。你说欧阳云像罪犯吗？我现在又不是警察，我可说不好。你真把自己当律师啊？我当然是律师啊。可你以前当过警察。你非要我说呢，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直觉告诉我，欧阳云不可能是罪犯，但他身边可能有罪犯。不错哎，你跟我们的判断是一样的。嘿，不愧是老警察。那当然了，有机会再当把警察。好啊。不过我可不愿意到你们警队，就你们的张队，彬彬长彬彬短酸不酸？你行了吧你，人家那叫关系融洽。还关系融洽呢。又来。好好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不说，今天咱们一块吃饭，我有东西送给你。什么东西啊？去了就知道了吧。但是我下午有事情。彬彬，自从你到了刑警队，心就像飞了似的。今天咱们一块吃饭，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东西给你。好，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去了就知道了。说。嗯。什么地方见？什么地方见？老地方见。老地方见就老地方见。好。走吧，我们。我待会儿得接个人，你先走吧。你接人啊？嗯，那好，那我先走了啊。好，再见。再见。
彪，尚大夫。陈律师。这么巧，在这儿碰到你。啊，我来接个朋友。哦，我也是来接人。啊，是吗？那咱们一起去。行。好，这么巧。啊。冰冰啊，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呀，底下抽烟的人太多了，把我给熏坏了。那也是，哎，你怎么才到啊？赵杰都等你半天了。外面事情多。这样的，哦，这我新进找的材料，你看一下。张队，看这份材料。哇，发光的，怎么看啊？挡着。张队，我看你还是佩服眼镜吧，这样多别扭。然后现在戴眼镜是一种潮流，挺酷的。哎，你还不是一样用放大镜吗？我用放大镜是想学福尔摩斯。所以我说啊，放大镜是我们刑警必须的工具。哈哈哈！菜了吧，这条完了。哇，完了完了。什么玩呢？你看，把这个放进去，戴起来不是更方便了吗？是啊，这样使用起来是挺方便的。就算我送你的吧，以后我再送你一副眼镜。冰冰啊，我们合作以来都没请你吃过饭，不然今天晚上我请客怎么样？谢谢队长好意，不过今天晚上我有事儿。明天晚上？明天再说吧。吴总，赵军，说说看，情况怎么样？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调查了欧阳云周边的所有的人，没有发现什么反常的情况。然后从这一次他和林峰在天州打官司来看，也没有可疑的地方。他到北京是学院工作，他和林峰之间是私事。目前的局面是黎明前的黑暗啊，虽然天快亮了，但是我们什么都看不到。这需要我们坚持，需要我们有耐心。医院和银行是关键，如果有1%的希望，我们也要尽100%的努力，一定要坚持。你放心吧，赵军，我们已经分4组，用24小时来监控他们，我们一定会抓到雷大林的。好，好，哎，坐吧。只要你们有决心，我就放心了啊。郭东啊，你还记得吗？当年为了抓那个盗窃文物罪犯，我们蹲了整整半年时间才把他捉拿归案。记得，这辈子都忘不了。蹲了半年啊？可不是嘛，那个时候教局还是队长，我是刚进警队，我蹲了半年，到最后都快崩溃了。是啊，就在这个时候，罪犯出现了，我们抓他用了10几秒的时间。你们张队把他胳膊扭断了，差一点啊。把他脖子拧下来，真的都憋成这个样子了。哎，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哪里来这么大的力，差点把他拧死，结果还给赵局狠狠地骂了一顿。为什么呀，赵局？为什么？把他拧断了，我们线索不就断了吗？那我们不就白白蹲了半年吗？啊，不骂他行吗？我差点处分他。还要处分？啊？你想啊，抓活的是纪律，抓到活的。把他整死，难道不处分吗？你们记住，我们抓的雷大林，不管他多么凶险，一定要抓回来。我都想拧死他，我要替我战友报仇。你的心情我理解，但必须要抓回来。是，一定抓回来。你们千万不要感情用事。
笑啊。什么？好的。嗯，儿子好吗？好，明天我会接你。拜拜。怎么？你太太明天到？啊，她回国办事，顺便办一下离婚手续，明天来北京。我来的真的不是时候。欧阳，不要紧。我有个朋友长期在国外，他北京的房子就是托我看管，房子条件很好，还有台钢琴，正好你可以练琴。林峰，可是我觉得，我和我太太离婚手续没有彻底了结。这房子虽然是我的，但是他随时都可能回来，我也无法拒绝。这个我明白，我都理解。我担心的是，我在北京会给你添麻烦。我还是回去吧。怎么会有麻烦呢？你是住我朋友那儿，也不是住这儿。再说明天就要举行授亲仪式，我们要共同演奏，你怎么能走呢？那如果你太太回来见到我，和你闹事怎么办？闹事怕什么？我们都离婚了，双方都签了字。可我还是担心。欧阳。担心了，行吗？好吧。小云，走，收拾行李。怎么样？真漂亮。还可以吧？太好了。可是，如果学校打电话找我怎么办呢？啊，你就说住在朋友家，省下了住旅馆的费用，用在工作上。看不出来，你还会撒谎。不是撒谎，我说的是事实啊。哎，这样，钥匙交给你，报告好了。嗯。我给你准备了一台钢琴。音准怎么样？别把我们钢琴家的耳朵给练坏了。还可以，来，你试试。弹什么？Thank you.
会忘了吧？今天是我们3周年。啊，还真是的。谢谢你给我送这么美的花。这花啊，早该送给你了。你是圣诞节没空，元旦没空，春节没空，情人节还是没空。我只能把这花一朵一朵的攒着，一块送给你。生气了，大律师。生什么气呀？我也是当警察的，我知道当警察的辛苦。是啊。我喜欢看你当警察的样子。你还记得你那个时候刚到我们警察区上课，那个样子酷极了。哎呀，我们班的女学员都喜欢你，我都有点吃醋了。是吗？其实我还是特别喜欢当警察。今天没戴帽子，找不着感觉了。没有啊，我觉得你挺好的，挺帅的，真的。我算是想明白。我要是再当警察，就得当你的领导，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又来了你，好，不说了。来，为我们相处3周年，干杯。哎，东方，你说今天有重要的东西要送给我。束花吗？是啊，不过还有更重要的。看，这个，给你。这个。这个是。冰冰。我知道你现在还不想戴婚戒、披婚纱，可是我得表达一下我的心愿吧。我是真心的。谢谢你，东方。线索了，对。哎，冰冰，你一直没告诉我他是怎么牺牲的。我不想再提了。据我所知，他是由于自己的失误。知道他是你的警校同学，还是你的高中同学，是个帅哥。在毕业实习中，在抓捕一个罪犯的时候，由于他的失误，没有一枪击毙罪犯，反而被罪犯打中胸膛。你为此哭了6天6夜，你发誓要为他报仇。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射击场上。终于有一天，你从悲痛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你已经是公安系统的射击冠军。这些你都知道？我当然知道。我曾经还是警校的教官，我知道。值得我们怀念。
喂，喂，请呼11198，连呼10遍，有紧急情况，速回队。姓张，哎，连呼10遍了。警察24小时待命，那才叫烦呢。你最烦了，你。喂，张队，啊，是我。啊，不好意思，我睡过头了，闹钟没响，电话线给拔了。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好，马上到医院。是。是。喂，怎么生气了？哎，还是当警察好啊。为什么？可以当你的领导。现在不就是我的领导吗？我是吗？嗯？你说呢？嗯？是的，大领导。嗯，别算不计的了啊，好不好？那我走了，你要乖。喂，哦，喊你，点啊？嗯，哦，要挂住我啊？哦，你点啊？嗯，食唔辣？唔系啊，你食饱咗啫嘛？嗯，嗯，嗯。OK， 再同你讲，拜。
对，那烟头找不到了。不会吧？再找一遍。我都找遍了，没有。你放什么地方了？我记得当时就放这儿的。哎，小仙，这两天有没有什么外人进来过？除了我们的人，好像没什么外人。有事吗？没事。哎，这两天陈东方不是来过吗？哦，对，他来过。怎么了？知道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吗？这个烟头是很重要的线索，你怎么把它丢了？你干嘛对我这么凶？烟头又不归我保管。不是你保管，你就没责任了。你把它放到哪里去了？啊？哪里有人偷走？打听一下从纽约来的旅客还有没有没出来的，应该没有了，我帮您打听一下。好，谢谢。快点，你们这指示牌怎么都不亮啊？坏了。那个，我请问一下，就是我一号那天在这里上机，然后我们包里有个东西进不到，但是不能带。怎么样，打听到了吗？啊，没了。没有了啊。那你好，谢谢。安检去问一下安检。我不会安检。喂，林峰，怎么样，接到他了吗？什么？今天晚上的航班已经没有了，他肯定是没有回来。我往美国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不知道是为什么。你别着急，也许他都已经回来了，只是你没接到他而已，错过了。没有啊，我一直在国际出口处等着，我还要求机场查找旅客入境登记呢，可是这个航班是从上海来的，北京没有记录。这样吧，我有情况再和你联系。那你再等一等吧。嗯，好的，拜拜。哎，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你来也不打个电话。我打了啊，你手机不是关机就是打不通。那这么晚你来干什么呀？明启明家音乐会应该是我演奏，怎么换上欧阳云了？这你应该明白。我不明白，你是不是和那个漂亮的钢琴师有什么特殊交情啊？要不怎么对他那么用心呢？我用什么心啊？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我怎么不能这么跟你说话啊？你，林峰。我怎么没接到你啊？哦，我在上海办点急事，临时改了航班，你当然接不到我了。怎么不打个电话呢？你的手机我好像忘了，再说给这里打电话老是忙音。怎么，我不能来吗？你怎么到这儿来的？怎么，这儿我不能来吗？啊，可以来。哦，这儿有小姑娘，你是谁呀？我是林峰的客人，你谁呀？我，我是这儿的主人。哦，是林太太吧？
你可回来了，我想你这次回来是办离婚手续的吧？我没说错吧？林峰，他是谁？哪来的？啊，他叫白胜英，是我的合作者。你的合作者？是不是想来替代我的位置？林太太，你要是和林峰先生解除婚约了，或许我还能考虑这个问题。可这也不用着你操心呢，这是我们之间的事儿，对吧？林峰，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还没有离婚呢，你太过分了。你跟我出去，出去！你喊什么呀？凭什么让我出去啊？凭什么？这是我的家。你家？这是林峰音乐工作室，我们工作的地方。再说，你们不是要离婚吗？你好，我告诉你，林峰先生，这个婚我不离了。吓唬谁啊？先生们，女士们，大家好。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令人难忘的时刻。今天世界民琴协会将授予林峰先生一把非常名贵的意大利小提琴，有请林峰先生和世界民琴协会主席杰弗里先生。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violin here is an old special violin made in 1741 by the Italian master craftsman, Guarneri. Today, I would like to give this violin as a present to the world-renowned Chinese violinist, Lin Feng. I hope that Chinese music and world music in the future will come more together and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create beautiful music for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Thank you very much.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I try my best to offer the nice music to the audience from China and from the world. Thank you.下面有请林峰先生致答谢词。今天我能获得这个殊荣，非常的高兴。我要感谢世界民琴协会给我这个特殊荣誉，也感谢杰弗瑞先生为举办民琴名家音乐会所做出的努力。我将在我的音乐生涯中用这把名贵的小提琴为中国听众和世界听众献上最美妙最动听的声音。谢谢大家。我们的演出广告有六把小提琴在今晚的音乐会上和大家见面，但是大家所知道，我们用500万元人民币拍卖所得的一把意大利小提琴最近在天州被盗窃了。不过我们还会有六把小提琴和大家见面。这第六把小提琴是一把非常特殊的小提琴，它和我们丢失的那把琴非常相像，也许是一对姐妹琴。这把琴在文革中虽然遭遇到破坏，但经过修复仍然可以演奏出非常优美的乐曲。下面我们有请这把小提琴的主人欧阳云小姐和大家见面。
相依。